尊敬的各位旅客，请您携带好个人物品，有序下。感谢各位乘坐本次列车，我们下次旅程再见。清晰。怎么这次来的那么快？以前你不总爱在车站的纪念品商店磨蹭很久吗？还好，跟往常一样，病人很多。你是不是想听我说什么？习惯一个人生活？出差回来啦，男朋友还亲自来接呢。哎呀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改天来阿姨家里坐坐啊。你不觉得刚才的借口有点牵强吗？工作还好吗？前两周长夏市的天气都很晴朗，你也应该不会因为气温波动而生病。在手机的天气查询软件上加一个长夏市，不就能看到了？还好，不麻烦。开门吧。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？你转过来，不知道。看来你也是选择性遗忘。我明明也有关心，你却不记得。看不到，点外卖。
您的订单已经送到了，请签收。我去取。许久的分别，草原上无尽的猎杀和流亡，让他们更珍惜与彼此相处的时光。你有电影吗？不然呢？看电影不关灯吗？对啊，如果你指的是遇见你之前的那种生活，那我很习惯。还好。这边的窗帘还没拉。问你什么？你出差怎么样？也习惯了吗？习惯了以前一个人的生活，对吗？习惯了又怎么样？很无趣。这样，我可就看不到你了。刚才不是还想让我说点什么？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想让我有什么反应？长夏是天气晴朗，我的消息你都回，我想你应该一切都好。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真是请我来看电影的。那现在该注意，还来得及吗？